这个是他们韩国的装装包吗？然后这个和这个都是上面的中间和下面的中间，还是说上面的全部都可以？都可以。今天我们是找了那个韩国的化妆姐姐嘛，然后给我搞了一个超可爱超可爱的非常韩式的一个头发，还有一个橘色的一个妆，也是3C的那个Peach 那个九宫格的眼影，超好看的。然后这个嘴巴就是非常韩式的咬唇妆。找了路边的那个遇到好心的中国人，用微信跟他换了5000块钱的现金，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地方换钱了，他们现在地方都不能刷，也不能刷卡什么的，就是那个摊上也不能，微信也不能刷卡。然后今天最后一晚上实在是还好，我们晚上吃了酱蟹，这个很想扎一下。我觉得给我们团队没有来那个首尔的人买一点这个东西也蛮好的，对吧？你觉得呢？哎，
那你能买点人家爱吃的吗？你老买你自己爱吃的。你问吧，你打电话问来。不要不要，我要吃啊！哎呀，你怎么力气呢？不要吃，贼贼，贼贼，我就想买这些，但是我出门时妈妈不准我买零食，你看，叔叔，你敢？